看来我是低估了。看来我又是低估了，看来我又是低估了整理房间，然后列清单的时间。看来我又是低估了这个复杂性，看来我又是低估了这个复杂性。我们现在已经快要11点半了，我还在这里列清单。虽然我们已经列出来啊，那这只是可能是1/10吗？1/5的器材，我们就列了快要5个小时，超瞎超多的，你自己看。呼呼呼只有这一个柜子上面就这么多东西，就无敌呀！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么多东西直接再放回我们的柜子上面。那我们就要好好分配一下，到底哪些是必须要，哪些是不必要的东西，我们就把它放到柜子；必要的东西就把它放到。看来我又低估了，看来我又低估了整理房间跟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整。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整理房间跟列器材单的。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整理房间跟列器材单的困难性。你看，超多器材，现在只有那一个柜子上面的器材而已，就这么多，已经列了5个小时了，超瞎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我们这些器材好好规划，然后好好整理的，把它放回到那个柜子上面。Let's go。